嗨，给你们看一只天花板级别的菲尔小比熊，还吐着小舌头呢，是不是特别可爱呀？是的，还有它的小脚脚，这也太奶乎了吧！哎呀，嘴巴也比较短，来比一下。对，只有一指宽哈。后背的毛量也特别好，看一下。是的，又多又白，像棉花糖一样，体型也只有巴掌大。哎呀，真的是太可爱了哈。是的。过来宝贝，这状态也太好了哈。是的，你看它这小腿短的，就是法拉利的底盘呀。哎呀，还挺粘人的，走一步跟一步哈。是，你看这小腿倒腾的是真快呀。握在手里的时候超级乖，放在地上还挺活泼的哈，完全是两种性格。对，这反差萌我真的是爱了哈。就是新手养它也没有任何问题，你们选狗狗一定要选眼睛大的，鼻头小的，成年以后才会更好看。再来看一下体型，来比一下，标准的板凳体，小腿也只有两指高。还有它的小尾巴像个小球球一样。哎呀宝贝，你真的太稀罕人了，你看它有多乖呀，这小身板晃起来也太好玩了。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它有多小哈，来看一下，一个杯子就可以搞定。真的太小了啊，放在杯子里像个假娃娃一样。哎呀，还吐着小舌头呢宝贝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了，看看哪个家长能看上你吧。拜拜啦。拜拜。